大伙旁边落后啊。红杆啊，红杆啊。哇、哦，嘿！大伟在那，大伟拢未出声啊？哈？皮得啊？皮得啥货？啊？啊？好呢，这个赛里哦。不要松掉。阿青蛙在龙岩啊。大鱼要照这边吗？嗯。嗯，不要紧，我比较好表现。没，我开得好。阿青，你坐过后边一点，我你坐后边，行过。我去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好啦。大伟加油！哦，大老二嘞！吃好哈，吐也好，澎湖第一竿，哇，高头一眼，赛里赛里，还好还好，啊，大伟继续，哇，没有，大伟站过去一点没关系，哎，站好，然后我来开。不要放松啊，hold紧一点。大伟，你干嘛没讲话啦？没讲啥。看你做出来尴尬的。低头啊！低头啊！压身啊！压身啊！大伟，这只压身足轻的吼。他加油的啦，安尼要阿母大母的，啊？底下中的，他刚吃的时候轻轻的。不会啦。要搞要搞要搞。再一个红的，再几个就到。唔知是要搞是要扣啊？要搞要搞啊！哦。可能是哦，他用五二嘛，五二杆子弯这样子，其实还好呢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快点啊，快点啊！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哦，看我丢啊，看我丢啊！哈哈，小杰说的没错。哦，大概五公斤吧。没啦，哎呀。来，大伟，转过来啊，把鱼提起来，好，再帮你录呢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把鱼提起来吧。哎呦，今天澎湖的第一竿啊，大伟的正式第一竿，刚刚那小只的不算呢、啊，这稍微像样一点的。来，看我一下，还没有看呢。好啦 ，OK 啊。